等一下，比赛结束了。赛末点挑战鹰眼成功，台湾网球好手詹永然与中国搭档郑洁携手杀进澳网女双决赛。这是继2007年美网公开赛后，詹永然近8年来首次打进大满贯女双决赛。决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尽管这场比赛呈现一面倒，只花短短71分钟，不过前6局双方势均力敌，各自爆发，打得难分难解。哇！3-3平手后，詹永然恢复手感，顺利拿下第一盘。第二盘，詹永然、郑洁势如破竹，率先破发，之后渐入佳境。加上对手频频失误，连幸运之神也来眷顾，最终以6-3、6-2、直落2轻松拍掉对手。郑洁跟永然最后一个再见的挑战，结果这是一个制胜球，他们直落2盘，击败了捷克的 Barbara Strikova 以及 Mikhaila Krejci。 刚才 Strikova 还有点不甘心的看那个球的落点，说这个球怎么可能会压线呢？詹永然、郑洁将在星期5中午出战澳网女双决赛，能否首度问鼎大满贯金杯，全台球迷密切关注。 CBC 新闻分析道。